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啊！这个炎炎夏日，但是比夏日更热的是什么？当然就是我们的房地产市场。今天大家的福利来了，我们要带大家了解一下，在大洛杉矶区全新的房，它的这个最低价位可以到什么？树，你来这里干嘛？哎呀，对，我最近、啊、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我最近呀、啊，被客人出了一个难题。哎，怎么说？有一位客人呢、啊，他要70万的总价以内，啊、还要洛杉矶近郊，那不是离华人区很近，新房独立屋，不可能的事情，至少要四房。没有这种东西，但是被我找到了啊，这里就身后这栋啊，那带我进去看一看吧。走吧 ，Let's go。OK，Let's go。这个房子其实只要六打头啊，扯淡嘛，六打头啊，这个不科学啊。而且这是2023年刚刚盖成的四房三卫的独立屋。哇，你这话说的吧，这个讲的像出土文物一样，是啥情况？我跟你说，就是非常的少，我找破了头才找到这个地方，一共7套，已经卖掉2套了。有7套在这个地方也算是凤毛麟角的，这不是什么不好的地方嘛，对吧？没有啊，这紧挨着华人区，离洛杉矶开车就20分钟。你叫赶紧带我去看一看。对，你赶紧看一看，不然卖完了。哎，那这个房子有什么特点可以介绍一下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房子虽然单价低，但是设计的非常好。哦，愿闻其详。一楼的空间可以看，非常的开阔，而且不光是这样哦，就是现在客人要求最多的一楼带独立卫生间和卧室的，这个房子也有。对的，那这个算是所谓的孝亲房。对，在台湾叫孝亲房，我们可以叫mother in law suite， 也可以当这个传说中的御宅房。对，就是给这个懒到不想上楼的宅男或是宅女啊，都可以用。而且出租的时候也有很多租客，他会要求一楼有这个独立的洗手间和卧室。在哪？带我去看一下吧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吧。来。open 的 loft 空间，哎，有，对，这里又可以做学习区，又可以做小孩子玩游戏的一个区域。而且这个 size 有别于我们一般的这个 loft， 这个刚刚好，不大不小，有时候大的反而尴尬，小的更尴尬。对，而且楼上呢一共有3个卧室，哎，左边这个位呢是跟主卧分得很开的，2个单独的客卧，然后 share 一个洗手间，非常的私密，空间也很大。你是说卧室的空间很大吗？对，而且最大的是我们的主卧。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好，来，走，看一看吧，看看吧。这个能多大？那就是样板。哎呦！快了！哎，这可以啊，这个算良心之作了，我觉得。是不是？这个非常可以，而且还有带主位的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所以就是60多万的价格，你也不需要委屈自己，你还是住得很舒适、很开阔呀、啊。这个可以算是刚需级别的豪宅了，没有大豪宅，但是真的不错。是。好，那我迫不及待，带我去看下一栋吧。OK，Let's go。Let's go。这是我们第二个户型、是一个小三房。哎，这个可以随便看吗？随便看，不要钱。不要钱，我最喜欢这句话。来，您一些，您一些，天气热啊。行，我自个看，不劳您驾。没事、okay. ，Let's go。
等，你稍等，我喘一会哇。这个看房子绝对是体力活，我在提那个节目上面一再的提到，这个房子还蛮有意思的。我一开始以为说这个开发商的脑袋是不是有点问题，少了一个房间，这个价钱还比较贵。嗯，哦，我看一看，我明白为什么，就不想说它的这个厨房跟公共空间有害，它整体的这个空间感比较好，它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算是洗衣的套房，嗯，还不是洗衣房哈。然后旁边有一个相对来讲私密性高一点的这个。这叫什么 powder room 对吗？就因为这个贵吗？但它不是这个，因为这个贵，你这个就提得太好了。我上楼以后，我才发现说，他把这个所谓的 open floor plan 的这个理念已经运用到房间里头了。啊，就是房间很大，很敞亮是吗？啊，不单是大就没意思了，对吧？他这个房间设计的精妙之处就是说，他在房间合理的范围内，他设计出来一个可功能、可休息，也就是说可以去娱乐又可以办公的这个地方。蛮符合现在这个疫情后的这个现代人的生活形式的啊，那设计的很巧妙哦，设计的还不错。嗯，那这个室内就是都想到，室外的话就不知道怎么样就是了。你看这后院很大的，这是这个小区里面最大的后院。这个院子真的是比刚才看到的至少大差不多三倍左右。对呀，而且你看跟邻居后面有大树挡着，私密性非常好。其实这感觉起来很像这个 single family 的这种感觉是吗？本来就是 single family。对呀，你看了半天还不知道吗？所以看房一定要精明，不够精明没关系，要找精明的这个 realtor。好，那我们出去看看环境吧。OK，Let's go。所以你看了觉得怎么样？因为这房子还是相当可以的，以这个价位来讲的话，真的是麻雀不小，五脏也俱全啊。对，是不是？可是小弟有一事不明，我这就必须得问了。你刚才一直讲说这个地方不是不好的地方，请问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啊？这个盘呢，在 Pomona。Pomona， 你怎么这种反应？这个传说上面来讲，还有这科学上面讲 ，Pomona。这个名声不是特别好呀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我有一个客人，他是一个很精明的投资人，很多套房子，他的自住房就在 Pomona， 自己就住在 Pomona。对，他自己就住在 Pomona。他跟我说，其实这个地方呢，离华人区非常的近，跟 Diamond Bar 和 Wanna 都是紧挨着的。我还没想过，就是离华人区近这个东西啊，倒是一个点了。交通非常的方便，离那个洛杉矶市中心也就20分钟的车程，嗯，对不对 ？OK， 嗯，那这样讲起来的话，它这个便捷性上还是很高的，对，便捷性很好，而且周围呢一共有7所大学，其中有一个最著名的美国全美排名第三名的文理学院就在这里 ，Pomona College。这 Pomona 这样被你讲起来还是一个大学城，对呀，很文艺的地方呀。哦，这个颠覆了我之前的这个想法。那你这样说起来的话 ，Pomona 还是值得投资的一个地方了。对，其实呢，这个城市比较老，原来盖的就是比较凌乱一些。其实政府在很大力的做这种旧城改建呀，然后包括提高治安。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投资人的角度，就是要买低卖高嘛。那如果这种老城的话，一定要在它还没有完全翻新以前入手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价格还比较低，妥妥的价值洼地。周围一圈的房价都比这个高。价值洼地，各位，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值得去考量一下。那喜欢投资啊，又喜欢这个精打细算的你，在这边上面是不是可以考量一下这个 Pomona 呢？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这些资讯的话，也可以关注树自己的这个频道，我们的信息在下面。那未来在我们节目中，我会继续给大家带来各位大哥啊各种的房产资讯，还有各种好的 deal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就到此结束，爱你们。OK， bye， see you next time。Thank you.